印象最深的是我师父。师父呢，首先叫我线描，描画的过程当中学到了各种针法的表示方法和要领。我呢，全力以赴，用长城、黄河、长江贯穿起来，把中国最美好的名胜风光、丝绸面料以及台州刺绣的优秀针法展示给世间朋友，创作出这件真丝全雕蝶绣旗袍。90年初，我感觉到我们台州刺绣单色绣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，那我研发成功了彩绘绣，让台州刺绣由单色雕品绣转变回彩绘绣。我认为呢，民间手工艺的创新创作不能局限于一点，思路可以更宽广一点，不拘材料，不拘方法。